哎，小郭，哎，老师，你给我打招呼，我爸来了。我说，哎，小郭，因为你们那个湖南话说许许如小。哎，啥啥境界？境界？金刚？金刚？干是金刚嘞？大家喊我红啊！咱你帮我一下嘞！我这个人狡猾，我觉得很好。狡猾！我这个人狡猾，我觉得很好。因为我那个狡猾是哪里狡猾？宁乡的，宁乡。哎，宁乡。哪里蛮狡猾的？就是这种，我觉得很好。来一个包机。对对对。懂了一个包。一个包机啊，不然的话过不了啊。没过啊，过不了啊，过不到啊。你把我一个包子装满血的包子装满血。咁嘅意思啊？我唔了解啊。我唔明啊。摆一个雪包啊，雪包啊。雪包。我觉得走狗 OK 啦，走走 OK 啦。